我们下一位群主就是东八区的先生们的制作人以及主演张翰。翰哥，首先修改一下群名，看看你会怎么选择呢？他一定要找到自己要的那个标点符号。哦，在找。哦，对，哥是在找标点啊。对。好，他已经修改了群名，这个群名呢叫做“少席立正向前走”，这有什么讲究吗？我总结的人生就是“少席立正向前走”。先立正站好，是为了接下来更好的向前走。对对对，好啊，有意思。